公安机关成立，要专案组。十年都没出过这种案子了。对此案全力侦破。放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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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告人陈斌等，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女孩14，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。 是两方案子，说的咱们这儿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别动！人这辈子谁能说得清楚啊？干杯！来吧。是个好警察，你是要拖累了。我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亡羊给抓住，我一醒过来，谁都不在。我接的案子没办成。 是我欠下的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想看看我忘没忘，心里这身轻浮。